便，多喝哪一种果汁可以帮助高血压前期的患者降低血压呢？它是这个大，它是 A 花露汁，恰恰的大。你拿出来给姐姐看就知道了。C 葡萄汁。这三个果汁我都很喜欢喝，那它有轮的，本来就有轮的嘛，你还讲走路？对，你要给我轮吗？废话。我觉得是发了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姐你才想起呀？刚才是发了是。不耐坏，大家都讲不耐坏掉了，啊，他都卖心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他柳橙汁，他柳橙汁，柳橙汁，他有什么柠檬 C， 可是芭乐汁没有这个东西。芭乐也有柠檬汁，只是我想说芭乐汁是什么东西，芭乐果酱。赶个钱。芭乐二一，维生素 E。是。我觉得是芭乐。请插件。葡萄汁，葡萄汁。有两个人的。西班牙头一批就抽了两个。柳橙汁富含有某种类黄酮化合物，可以帮助高血压的前期患者降低。他吃了这么大颗吗？他妈的降什么的？给予受试者饮用500ml的饮料，特吃来持续到12周的时间。想要降低血压，除了可以考虑饮用柳橙汁，在日常生活中还可以摄取蔬菜、水果、谷类食物等，以及鱼类等食物，可以降低稳定了、啊，稳定一些啊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非常李明香这边送你的是我们给他送的无锡，我还是不回来了之后还没再去回去。他回首啊。